琪琪，今天早上外婆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带吃的？没有带，今天早上煮好我们刚刚吃的粥就出去了。今天太阳那么大，外婆肯定饿了。琪琪，咱们家还有什么菜？没有什么菜了，冰箱里只有鸡蛋。就你去拿鸡蛋还有饭盒。扔扔鸡蛋。好的，琪琪，你去咬到饭盒里面。好的。琪琪，等一下，你帮我弄一下厨房的卫生，我去送饭给外婆了哦。好的。外婆，外婆。哎，你怎么来啦？外婆，我来帮你弄，这样就可以快点回家了。你不会弄，太阳那么大，你快回去吧。外婆，你上来吃点粥先，你中午都没吃中午饭。好啊，我弄完这个拜考的。我们的稻谷快熟了。外婆，你先上来喝点粥，辛苦了。嗯。外婆，坐这里吃。好，来。这都做好那个东西的。哦。外婆，这个是鸡蛋。你搞的。啊，外婆喝粥，我喂你。嗯。外婆吃点鸡蛋。嗯，真好吃啊。好吃就吃多点，外婆。嗯。外婆，以后你中午要回来吃饭哦。嗯。外婆，这些拜草是不是很麻烦的？对啊，就像小时候一样调皮的。给200块够了没有？应该够了，外婆。那外婆，我就去买自行车了哦。你先不去的，帮外婆做一些事前再去。什么事？你说。你妈妈一天才100块钱，就是你妈妈2天的工资了。这样吧，你帮外婆做一天工，这200块钱就是你的了。好吧，外婆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跟我来。十三，你把那个草拔了。好的，外婆。你拔完草了，去林太了。太淋完了，把那个章拔了。好的。外婆，酱已经拔出来了。拔出来，那我们就收工了。
外婆，我突然间不想买自行车了，钱给你。外婆，我知道妈妈赚钱不容易的，自行车我拿去修一下就可以了，钱给你。外婆，我鞋子烂了，我想买双新的。想买你就去买啊。问题是我没钱啊，舅舅给我的零花钱都给你买下去了。外婆你看，两只鞋都烂了，这边也是。外婆给你，顺便帮外婆买一点肉丸和一斤稻芽和三个西红柿回来。哦，顺便拿那个纸箱和棍子去卖了就可以了。外婆买了这些菜还够不够我买鞋的？加上卖纸箱的应该够了。啊。何为苦乐多？此生人忙。老板，收废品吗？万岁几两？姐姐，这些肉丸多少钱一斤？这个30块钱。你们等我5分钟。谢谢。姐姐，祝你生意兴隆。好，谢谢你。不用谢。爷爷，我要这种一斤豆芽。爸爸娘，我要两斤西红柿。8块。爸爸娘，生意兴隆。啊，谢谢你，小朋友。不用谢。这里，拿菜。老板娘有点紧，有点紧。哎呦，穿衣反了。这人生何？鞋了，而且那些废品不值多少钱。六亲不认。珊珊，帮我把那个车的尾箱打开。喂，外婆。为了碎银几两，无奈糊口他乡。